就是你啊，因为我的时间没有到啊，我来打个广告吧，看我脑袋993，这发型怎么了？从我开直播到现在，一直都在嘲笑我的发型，发型怎么了？他招谁惹谁了？太过分了！别说了，再说我就使劲了，我这个人对我自己下手都特别狠，真是醉了。好吧，我刚才要说什么来着？哦，看舞蹈在993，全网即专业用颜值舞蹈频道，左上方有一个五星捧秀嗨翻天的预约通知，大家点一点。右下角有一个直播时通知我这个勾，大家帮我点一下。头顶有一颗黄色的心啊，大家把这颗黄色的心点一点，点点麦序上的主播上的关注啊。大龅牙、龅牙妹，这发型、这牙针、这个脚，哎呦喂，在你们眼里一点优点都没有。这发型、这个牙、这个脚，我怪物啊！接下来的日子不能混了，你们再说下去我都要活不起了，还能不能行啦？有没有优点可以说两句？我们来跳这个吧，来两个优点啊，先跳舞啊。随便摸。不是，好多人都在私聊我这个发型，这个发型怎么？我是你大爷，大
大爷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大爷，好久没见了呀！小大爷，什么？你肚子上为什么灰？因为我贴了创可贴啊！创可贴好不好？别这样嘛，只是一个创可贴，你们看你们这是干啥？发型美美的，对啊，这发型没谁了。觉得这发型可以的，能看的扣一，不能看的扣二。你们这样子口诛笔伐的，从我今天开直播到现在，对这个发型这个嘲笑就没停过。换个发型不也挺好的吗？天天老梳一个发型，你们不也烦吗？对吧？嗯，大爷，炒鸡翔大爷，二的多，他们都是假的。现在他们都在饲料我，糖糖、轩轩，你这个发型特别哇塞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挑这个吧。嗯，我来找个音乐，大家稍等一下啊。这不是在咱自己直播间，这是官方频道，右下角真爱团，哎不对，直播时通知我帮我点一点。行吧，首先我点一下头顶的那颗黄色的心啊，把那颗黄色的心也往上点一点，没有读骑士啊。嗯，官方总能三太子了，三太子怎么啦？烦死了，哎呀烦死了，老是说人家的头发。
方，我日你大爷！哎，我今天咱俩拼了，如果明天来官方，我还能看见你，我唐三零这三个字倒着写。好，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要跳一个新学的舞蹈，这个舞蹈吧刚学会特别不熟练，是我练了很多天它还是不熟练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跳得不好呢，大家多多担待一下。哎，我现在有点紧张，没跳呢我就紧张，准备倒着写，走着瞧吧。你们不要老是嘲笑我就好了啊，这个加油。Kiss me for the love, yeah, you make me so blinded. Oh, 내게 혼자 Won't you be my love? She was